台东县107年度金钻石婚世纪传承婚礼庆祝活动9月7号上午10点起在享温馨三楼表扬县民结婚70年以上白金婚一对，60年以上钻石婚18对，50年以上金婚31对模范夫妻。除了县长黄建廷亲自主持典礼外，还有多位乡镇长、民意代表及家属陪同观礼给予祝福。维持好的婚姻、好的关系，就是这个家庭美满的保证，大家说对不对？啊，你们应该说很大声才对。圣经说，男人、丈夫是妻子的头，所以妻子要顺服丈夫，因为他是你的头啊，你要顺服他。那我们妻子女性听到这个啊，县长现在都讲两性平权的时代了，你讲这个我们女人觉得很委屈耶。啊，先不要烦恼，圣经也说丈夫要爱自己的妻子，甚至于为他舍命呢。那你想当哪一个？你想当丈夫还是当妻子？你觉得哪一个赚到了啊？所以如果妻子能够顺服她的丈夫，可是这个丈夫是爱她的妻子，爱到愿意为她舍命，我觉得这婚姻，这个夫妻的关系一定是非常非常的好。而我认为今天来到现场这50对夫妻都是这些圣经教导夫妻相处之道最好的见证，对不对？接受表扬的白金婚夫妇是结婚71年来自池上乡的苏金火、苏高柳。接受表扬的钻石婚18对依序是长滨乡胡陈万生、胡金妹，结婚67年。关山镇万庆寿、万卫德英，结婚66年。海端乡邱和全、邱木秀子，结婚66年。鹿野乡郑文瑞、杨范，结婚64年。台东市陈新、陈黄清，结婚64年。台东市余乡亲、余中菊妹，结婚64年。海端乡胡登记、胡王乡元，结婚63年。台东市郑朝明、吴聪，结婚63年。关山镇张双、杨景鹤，结婚61年。金峰乡吴竹志、连金印，结婚62年。台东市陈茂前、陈杨玉兰，结婚63年。台东市杨学贵、朱玉云，结婚63年。台东市黄仓本、黄欧秀凤，结婚62年。太麻里乡赖宜新、赖谢尤妹，结婚61年。金峰乡郑林造、曾春花，结婚60年。成功镇陈明义、林阿春，结婚60年。接受表扬的金婚31对有台东市张吉富、王守维，结婚59年。台东市许庆和、许刘宝妹，结婚58年。长滨乡胡新照、周凤贵，结婚59年。台东市郭新龙、江英，结婚58年。台东市陈正明、吕翠锦，结婚57年。台东市简德维、林月雀，结婚57年。太麻里乡刘慕龙、刘余秀美，结婚57年。鹿野乡张文宏、庄玉玺，结婚56年。达仁乡张天来、李玉妹，结婚55年。台东市吴秋茂、吕秀凤，结婚55年。达仁乡田正山、宋月，结婚54年。成功镇张金宝、许令金，结婚54年。
绿岛乡王茂雄、王蔡来桃结婚54年。台东市涂国生、康家金结婚54年。大武乡林世祥、叶梅月结婚53年。池上乡邱六任、林珠芝结婚53年。东河乡卢朝元、吴茶妹结婚53年。太麻里乡张浩昌、邱芳英结婚51年。台东市吕洪阳、贾桂英结婚51年。台东市赵红辉、郑秀娥结婚51年。台东市刘昌龙、郑庄碧熙结婚51年。台东市林安山、李昭华结婚51年。台东市徐金才、郭金枝结婚51年。卑南乡简金山、陈春妹结婚50年。兰屿乡周朝杰、周谢清美结婚50年。东河乡林高木、孙燕春结婚50年。台东市李明吉、谢玉娇结婚50年。台东所在综合报道。